做这一项重要的任务，保证完成任务。那前面掩蔽，快，快，快，急动！站回贝雷基岛！你们再给我打！不是，你们谁敢上？朱连长的枪给我下了！站！别动！不行，团座，把我也毙了吧！我就成全你。 团座，你不能！奶奶，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报仇，生死与共，重建家园。我们一定要为你们报仇！举起手来！打死吗？你怎么没死？老不死的！ 白灵啊，哎，来一下。好。来呀，孩子。爷爷，你找我啊？ 这什么呀？哎，你已经长大了，应该把它给你了。这什么呀？嗯，你看看。飞镖。对。 这是爷爷祖上的传家宝。按规矩呢，这只能是传男不传女的。可爷爷今天破例，就传给你了。高兴吗？高兴。爷爷，你太好了。还有这个，这是制作飞镖的秘籍，你要好好的保存呐。 你一定要记住爷爷常说的一句话，用它不可以随意杀生，知道吗？嗯，我知道了。记住了。这么多呀。 那个，中了，又中了，
我一定要替你报仇，一定要亲手杀死那个女魔头。 小玲呢？不知道啊，刚才还在这儿呢。是啊，没注意就，别说了，快回去，走。白灵姐，白灵姐，白灵姐。 小玲，你们听，是小玲的声音，就在前面不远。 小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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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受害没有？啊，没事儿，没事儿。哎，先别起来，缓会儿。小玲，你怎么会一个人跑到这儿来了呢？哥，找不到白灵姐，我不能回。我一定要找到她。她可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怎么能不管她了呢？小玲，你说错了，我们不是不管她，只是今天天太黑了。 我们本来打算明天一大早起来找他来着，你怎么能一个人离队单独行动呢？啊，你也太让人操心了。你觉得你一个人就能找到他吗？哥，刚才我都听到白灵姐的声音了，可我上来找，却怎么也找不到她。我的傻妹妹啊，那是你的错觉，那是山的回声，你知道吗？回声？那不是白灵的声音，不信。 不信你听啊，白灵，听见没？起来吧，我的傻妹妹，走，我们回家，来，自己能走吧？运个背你不？好，来走，慢点啊。
冬季，小山东。啊，苏会长。排长。啊。有什么情况吗？一切正常。啊。哎，小山东，天有点凉，要不你回去暖和一会儿，我替你警戒。没事，苏排长，我年轻有火力。好，那就警惕性高点，别冻着。是，苏排长。苏排长，今天那个老乡咋弄成那样了？还不是国民党这帮残匪做的孽。哎，小山东，从这个小伙子身上，我想起一个人。谁？你呀。不过你那个时候还不如他呢，人家这个小伙子好歹是非分明，谁是自己人谁是敌人心中有数，不像你那个时候。苏中，根据你所提供的情报来看，情况万分危急啊。连长，黄汉民叛变投敌，你是铁证如山，如果那样，我团在鲁北战区的部署必须改变，这个情况必须马上报告孙团长。是，我马上就去团指挥部。那你就辛苦一趟吧，路上小心点，咱们连没有战马，你只能徒步。哼，国连，咱们连哪个不是飞毛腿练就的一双量天尺，保证天亮之前到达团指挥部。好，出发吧。给我绑了！你们为什么要绑我？余山东，少爷，别在这儿傻站着，咱去看看，看看有没有漏网的。叫什么呀？薛金荣。这三更半夜兵荒马乱的，你来这荒山野岭，你想干什么呀？老婆生孩子，去周庄请先生。胡扯！你怕是共党的奸细吧？你想抵赖不成？这把枪可是从你身上搜出来的。炮火连天，兵荒马乱，老百姓家里有这玩意儿，也不算什么稀奇。少爷，别跟他废话，直接绑了送国军得了。你懂个屁！等我弄清楚他的身份，再送不迟。他要真是共党要犯，老子还能混个一官半职的。余山东回来没有？报告少爷，小的在周围查了一圈，连个鬼影子也没发现。你这个废物！要不是没爹没娘怪可怜的，老子才不养你呢！你小子就知道吃喝拉撒，哼，还自不量力要考什么军校？我实话告诉你，我要不是看你七叔是个人物，我早把你剁了喂狗了。余山东，哟，我再给你安排一件事儿，你要办不好，我绝轻饶不了你。啥事儿？您说。老子我困了，要回去睡觉，这个共党嫌犯就交给你了。是。小心给我看着，绑着要再叫他溜了，我非剁了你去喂狗。其他的跟我走。小爷我明天还来，明天我就让他知道小爷我长了几只眼。呵呵。老奶奶吃柿子，专捏软的。这位老兄，既来之，则安之，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雨歇。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大哥，这岳飞的《满江红》你也会啊？行啊，过奖了。不过是幼时读过几年书，识了几个字罢了。哎，小伙子，刚才听说你要考军校。我的志向是报考黄埔军校，报效党国，不惜粉身碎骨。志气虽高，只是可惜了。怎么讲？是非不变，时务不时。说明白点，怎么就是非不变，时务不时了？哦，你说追随党国，可悲呀！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早已经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精髓。今天的国民党已经不是代表四万万同胞为广大的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党，而是与帝国主义勾结，拼命维护资本家、大地主、大土豪的利益，巧取豪夺劳苦大众血汗的政党。小兄弟啊，你们想想，你是属于哪个阶层？究竟你该为哪个阶层服务？现在全国的斗争形势，我想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正在不断的壮大发展，解放全中国的惊天壮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现在解放军已经大兵压境，你们山东省的解放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小伙子，这一点你不会一点都不知道吧？道理是这个道理，可我要是知道我七叔去了哪里就好了。你七叔？说起我七叔的大名，方圆七里八乡那是无人不知。一身的好本领，尤其是那枪法，那才叫绝呢。几百步之外的野狼欢子杀他，一枪毙命，那真是百发百中。最叫绝的还是那年小鬼子打到这里，我七叔带领着十来个猎户，白天游击，夜晚偷袭，打的小鬼子愣是不敢过河。你七叔现在在哪儿？后来去了西口，好像是参加了什么部队，别的我啥也不知。叫什么名字？于耀光。于耀光？是不是在你们这儿打鬼子，他曾经一晚上连砍十九个日本兵，还杀了一个日本少佐？你怎么知道的？小伙子，我不瞒你了，我是解放军。你说的你七叔于耀光同志，现在是我军一名战功赫赫的团长。真的？于耀光同志曾经是我的上级，他的故事早已传遍我军。现在他率领的团现在正在河南安徽一带为解放事业奋斗着呢。大哥，不，解放军同志，我现在就跟你走。好小子于山东，谁给你的胆子？难怪老子睡不着觉，你竟敢放走共匪嫌犯。乔爷，我哪敢放他，是几家伙他要撒尿。哦，给我看牢他。是。哎，三宝还没睡呢。嗯，
大哥，这家伙的命就当我加入你们的投名状。走。你小子都会把这段光荣历史给忘了吧？哪能啊，是你带我参加了革命，我感激还来不及呢。哪儿的话，不过话说回来，如果没有你，我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排长，天都快亮了，你还是回去眯一会儿吧，我一个人警戒能行？行，我去给你拿件大衣来，等着啊。什么人？连长，前面有七八个骑马的朝这边跑过来了。所有的人，快，我们大家做好战斗准备。是。冯玉兰，到。你怎么出来了？回去，你去照顾伤员。快。是。大家注意了，院内好像有人，分散开，观察一下再说。好像是猎人。你们是什么人？我们是西山游击队。游击队，报上你们的编号，上级编制隶属。我们不要瞎编了。你们才瞎编呢！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怎么进了我们的院子？你们的院子？你们到底是谁啊？你们到底是谁？我们是解放军。解放军。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剿匪的，你们不要怕。你看大力哥，他们是当兵的，是当兵的。站住，别过来。哥，你怎么？你们到底是什么人？把我兄弟怎么了？是大力哥，是大力哥，他们回来了。老乡，慢点，慢点，没事。哎，老乡，你慢点，快起来。大力哥，我没事。大力哥，同志，小六子，小六子，大力哥，大
大力哥，我在这儿，我好好的，别开枪，他们是好人。你听，是解放军，是他，你们听到了吗？听到了。嘘，别说话，看小六子能不能出来。咱们见不到人，绝不能贸然进院。大力哥，你们听到了吗？我在这儿。小六子，我们回来了，你还好吗？大力哥，我很好，我很好。哎，同志，快！大力哥，慢点，起来。哎，老乡，别误会。别动！大力哥，小六子，大力哥，小六子，小六子，你还好吗？大力哥，你们都回来了。我很好，小刘哥，小刘子回来了，你们都回来了，太好了，真的是你们，他们都可找着你了，走走走，快点说说，听我继续说，走走走，继续说，太好了，你们可回来了，没事，走，可找着你了，真没想到，你们怎么回来了，担心死我了。看来还得继续休整。哎，那你说得休整到什么时候？你问我，我现在也不知道啊。哎，还得在这鬼地方待着。嗯。好姐姐，我肚子疼，想出去一下，你帮我也擦一下行不行？搁这儿吧。真是好姐姐，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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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滑。怎么这么慢啊？都在，我怎么脱身呀？啊！哎，如果不是小六子，我们哪敢相信你们呢？现在相信了吧？那还用说？哎，你们刚才说去找什么人找到了吗？哦，他们是去找白灵姐。哎，没看见白灵姐啊？你们没有找到啊？没有。小玲，到底怎么回事啊？小六哥，我们……你们没有找到是不是？那白灵姐……小六子，会找到的啊，放心吧。说说怎么回事？这个白灵啊，报仇心切。报仇？是啊，本来他的父母就是让国民党匪兵杀害的，
就在前几天，他唯一相依为命的爷爷也没有逃过匪兵的毒手，而他自己呢也差点被……这么说前几天我们救的是他？什么？是前世修来的缘分。听说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杀了我的弟兄！你们算什么东西？专门欺压老百姓，欺压百姓，这是你说的话吗？嗯，江团副，毙了算了，这里不能久留。不行，一定要把他带回去，我要给他点天灯，为死了的弟兄们报仇。你跑啊！你怎么不跑了啊？你倒是跑啊！魏忠，放下武器！你们找他，能知道他去哪儿了吗？哦，难说。不过，我们如果能够知道那股匪兵的去向，我们就可以顺着他们找到白灵。因为我想，白灵一定是冲着他们去的。那好，我们加紧追击，明天一早行动。哎，连长，那我们呢？哦，当然一起行动了。你们不是西山游击队吗？那都是我们瞎咋呼的，我们倒想试啊，可没人要啊。啊，我们要，真的真的，这还能假？在没有找到西山游击队之前，你们也得有个番号。这个，将来我会向他们解释的。我现在批准你们为西山游击队独立分队，不过要有纪律约束，不能盲从。这俺懂。那好，现在我命令大家好好休息一下，明天再做部署。是是。这下也好。大姐，这下可好了。是是，咱们呀，现在终于找到组织了。是真走吧，是不是？走走走，走走走，穿军装了。就看你们的了啊。哎，好好。
单连长，联系上没有？还没有。好，那就明天吧，赶快休息，明天还要赶路呢。我再试试吧。好吧。谁让你们在这里的？都给我滚回去！团座，我们……你们胆子也太大了！团座息怒，我们郝营长安排的。没有听到吗？都给我撤回去！是。你看看，你们都是猪脑子吗？团座，查岗来迟了。郝营长，在。你干的好事儿，把岗哨统统都给我撤下来。我告诉你，你查什么岗？门口的岗哨我都已经撤了。团座，你消消气，还请你明示。好。我们现在是在共军的追击下，是吧？我们是想利用寺院来休整，是吧？我们不想暴露自己，是吧？可我们却全副武装地把着门口，这……团座，您是说……我们要想在这儿休整，就不能暴露自己。好，明白。布置下去，所有人员从现在起都换上地方服装。女性人员都要扮成抽签许愿的施主，其余的士兵都躲到大殿的后院去。没有团座的命令，不得随意走动。听明白了吗？明白了。给我安排下去，不能都这么打扮吧？当然不能，不能都在寺院里走动。人多容易出事儿，没有得到允许的弟兄都给我到后边的小院里去待着，严禁自由出入。
那好，我这就去安排。快去呀！是。